金宝今天举行尾牙奖金是送出了将近千万元，而且呢还找来了831、韦礼安等艺人来表演，场面非常的热闹。而金宝集团呢对今年的景气也释出了正面的看法哦，预计电子业的库存调整大概在今年的第一季和第二季就能够完成。台上舞者金光闪闪，电音舞蹈黑帆神唱，新金宝集团尾牙盛大登场，董事长许胜雄以及儿子康叔董事长史杰利一起出席。新金宝尾牙找831、韦礼安等艺人表演，最大奖抽100,000现金，总奖金将送出近千万，不手软。这因为去年营收创新高，逾1818亿，年增30%，而在新客户、新业务加持下，甚至直接喊话，今年会再成长。客户给的这些预算，确实是非常保守，但是我们非常有信心，我们也愿意做进一步的这个投资，那希望在整个这个经济的情况，它是荡过来荡过去，当它荡回来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准备好的这个公司。以现在电子业的状况来看，大概呢，这个2023年，那从后大概陆陆续续会在第一季到第二季。那每一个公司的管理的不同，那么当然会让它的这个库存消化的速度会有一些调整。而集团旗下康舒科技交棒给儿子史杰利，以董座身份在伟达现身。2023年新的一年，不只追求营收成长，还要加强控管成本，提升获利，力拼维持成长动能，让毛利率达到20%。你的发展我们未来应该还是要去针对于我们的客户跟产品上面再去做一个重新的定位，在这些比较高毛利率而且它的还是有一定的成长性的这个产品上面，我们要持续去布局，持续去这个发展一个新的客户。新金宝评估产业库存调整今年前两季就能完成，集团看待景气态度乐观，加上尾牙盛大回归，抽大奖给福利不手软，要让员工都能过个好年。东森财经新闻中午月吴博威、黄欧天综合报道。看盘不中断，赶快来按赞。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来喽，快点扫 QR Code 加入，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最及时的盘中资讯，最权威的投资分析，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